2023年，凤梨世家优质果园评鉴冠军叶心妍，恭喜！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哎，看镜头。一二三，口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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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一二三，来，一二三。钟大哥，可以麻烦你稍微后退一点。反光，谢谢。来，一二三，好。哇，你听，笑容不见了。哎呀，很笑。有点重。